好呀，我是 Sharo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来伊人们莫马六甲的卡丁车，在三楼，四楼，三楼，四楼，在四楼。哎，不止有卡丁车，还有滑轮可以玩。马六甲 Element X Mall 里面开了一间新的 PLS 游戏厅，今天就要来体验一下我从来没体验过的直排滑轮和卡丁车啦。我们选了十分钟卡丁车外加直排滑轮的配套，先去体验一下卡丁车。叫什么叫欢迎？我要玩十分钟是不是？我没有手表哎，还可以半路拦呢。人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，不急不急，我们慢慢来。快乐的时间总是很短暂。现在要去玩滑轮了，滑轮是可以玩一整天的，没有限时间，想在里面玩多久就玩多久。哦，滑不了一点，滑不了人，我进来都好艰难。正当我开始放弃想摆烂时，就被拉去教学了。注意看，这是人类早期驯服四肢的珍贵食品。我要经过我的一番努力，努力努力再努力，越努力越心酸。我终于学会在旱地游泳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只派到了大鹏展翅。人家说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再加上老师的努力还有同伴的支持，我现在也是一个会玩滑轮的人啦，至少比刚开始的时候好多了。我还学会了转弯。向前反过来啊！
我不管，肯定是因为我累了。价格表来啦，我们选的卡丁车十分钟加直排滑轮的配套是48令吉一个人，带自己的直排鞋来还可以折扣8令吉哦。对了，如果想玩滑轮记得穿长袜来哦，一定是要长袜才可以进场，或者也可以在这里买一双6令吉。地点就在马六甲 Malacca Raya Double Tree 酒店这里的 Element X Mall 的4楼，是室内，不需要晒太阳，简直不要太好。而且听说之后还会陆陆续续增加新的游玩项目，有真人 CS 对战游戏、碰碰车、射击、桌球和飞镖等等，狠狠期待住了。今天就先这样啦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一下哦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